耶！他本来期望是，就是他会拍到你们一直喊 uncle， 但出来大家都没声音。后宫，再一次是不是？是，就是可以重来的意思。那我走了，先去后面。好，那我们从第一首歌开始讲。没有，从刚刚的最后影片开始看，大概有十分钟吧。好，等我一下。目前为止表演大家都还满意吗？可以满意的话，可以掌声一下。其实正式的节目已经结束了。对，其实正式的节目已经结束了。然后希望大家就是因为最近其实不是发生那个日本大地震嘛，然后还小，然后我们其实从2月28号台北场开始跑第一场，然后再来就是3月4号、3月5号在台中，3月11号在高雄，然后这次要来台东的时候，就是台东花莲的时候，然后就遇到就是。我觉得还蛮大的灾难的，然后希望这世界上的天灾能够可以不要再继续下去，然后也非常谢谢就是所有到场的朋友，然后就是愿意花你们的时间，然后花你们的一些钱，然后来看我们的表演，然后非常谢谢你们。然后希望大家呢回去呢可以好好爱着自己的想要爱的人，然后不管是男生女生，不管是长辈或者是平辈，或者是下一个是什么，另外一个是晚辈，对。然后就是我觉得活着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然后不管你今天是要选择挥霍，还是你今天要选择很充实的过，那今天我们开心就是所有的人呢都可以到台东铁花村来。那我们接下来因为其实今天都还没有介绍团员，所以我们从默默的无名英雄站在我们后面，真是非常默默，因为大家几乎也看不到他的效果，鼓手效果，效果很厉害，超厉害的。你在讲话吗？然后接下来呢，我从右手边，最吵，等一下。右手边呢，这位朋友呢，他之前呢就一直超爱来台东的，然后要介绍一下，对，然后他叫小提琴手安仔，台东是你的最爱，你要不要说就是你为什么那么喜欢台东？因为就是人很。他是说台东人比台北人，或是台中、高雄、或花莲、嘉义、云嘉之类的人还好，我听到了。所以你比较喜欢台东是个原因？就是很好。他之前就是一个人自助旅行，然后两次都住在都兰那边，然后所以他非常喜欢台东，然后听到台东有就是这次巡回有到台东，他非常的兴奋，他非常兴奋，还翻了跟斗。对，然后今天他听到说，今天是住都兰，他又更开心，他更兴奋，很开心。那今天晚上不要乱喝酒好不好？外面有人脸怎么那么红？你知道今天在台下不是有来特地要来听你就是拉琴的朋友吗？你帮我问一下他们在哪里，你看得到吗？不是没来，可是我刚刚外面有遇到一个。三台的朋友可以举下手吗？有啦，那里也有啦，那里也有啦，我也举下手，我也是。举手。好，可能有朋友在外面，因为刚刚我有大学同学，他就在后台跟我讲说，小杰哦，我没有买到票，可是我会在外面等你哦。我想他应该会 ，sorry， 久等了。然后接下来呢，介绍完安仔，我们要介绍在地人，地盘，吉他手 Eric。Yeah. 大家好，我是 Eric。然后据说你今天感冒是不是？是。那你在台中住多久？一个礼拜了。你是台东人吗？你说以前啊，住很久啊。我来解释一下，他是台东人，然后他是住在台北，然后他直到这礼拜到台东来演出，然后就上礼拜我们在高雄演出完之后，他就直接到台东来住，然后在这里等我们。真的？对，但是他真的是台东人。为什么特地是发生什么事？套一下关系。据说今天有很多你的亲朋好友来，对不对？
有吗？台东哪里？台东市。我也是啊。耶。一段。哎、欸，那你朋友呢？啊，我朋友在哪里？耶！超大，而且他超差一点超糗，因为他昨天打电话给我们，然后他就说，他问我们票卖的怎样？对，他就说，博客来50张卖完，但是现场应该不会满。然后他说，啊，怎么办？我跟我朋友说，你们一定挤不进来的啦。昨天超紧张的，对，好险今天就是也算是有满，因为至少门口还是有一些站人，但你有没有开心？他们挤在那，你看我朋友都挤在外面，他说应该晚一点到 OK 了，这就是台东人的 feel。那你有什么话就是想要跟今天特地来看你表演的朋友？是因为你昨天说不是，是因为你说你是台东人，沈任哲才说就是这一段要让你讲久一点，是他说的，真的、哦，对啊，好，谢谢。结束了。Eric 很优秀，他是我的吉他老师，然后也是马戏团，就是那个 Peggy 许哲佩乐团的吉他手。对。对，然后很优秀，耶、yeah。接下来要介绍就是我。大牌。不，大牌什么大？有没有那个？身体大，声音大。聚光灯就是这个、啊。你要不要站起来？你站起来嘛。好大。从台北下来的时候，他吃了一颗晕车药之后呢，他兴奋到现在，我也不知道他到底兴奋了什么。是，可是他也是很厉害的，但是他虽然在弹 keyboard， 可是他平时是编曲，然后他有编过像是蔡依林啊、罗志祥啊、阿密特啊，然后还有什么？还有谁？反正就是很厉害。棉花糖。很厉害，棉花糖，很厉害。主要的工作是编曲，然后今天所有的朋友都是被我们凹来，都是很厉害的，对，都被我们凹来，就是陪我们一起环岛旅人，那环岛旅人，环岛旅行这样。然后接下来我要介绍的是我左边这个吉他手，然后他主要的工作呢是，拜拜，回家小心，核废不要音乐台东，这是分两句话的吗？核废不要音乐台东，是分两句话的吗？是。我也觉得很费不好，我也觉得音乐不错。然后他有两次，哦，他主要的工作是棉花糖，然后所有事情都是一体两面。跳话也是什么？请讲。他主要的工作呢是棉花糖的音乐专辑上的制作人，那所以他不会弹吉他的部分，请大家见谅。那他不会唱歌的部分呢，也请大家体谅，因为他毕竟呢就是非常的害羞。然后他今天刚好又重感冒，就这个感冒，这个感冒。那我比较严重，所以我今天换了自己的麦克风，就自己带麦克风来，因为怕那个，怕下一个使用麦克风的人会感冒。是废话的吗？是。我想他们不想听到这些。好啦，接下来因为大家安口是想要听我们上台，想听我们聊天。哦，然后外面就是有我们的街头留言本，然后还有在我们2007年到2011年的一些回忆的相本。那些相本呢，都是我从2007年，就是我们所有的故事开始编，就是你会照着故事读，然后会经历过我们从街头艺人到现在所有的过程。那大家可以去看那个相本，就是待会如果大家还不敢的话。那旁边呢也有我们的街头留言本，就是以前我们在当街头艺人的时候啊，很多朋友都会听我们的音乐，然后听一听会想要写一些字，或想要一些画一些画来鼓励我们，然后我们就最后就决定说，那我们给自己准备就是留言本，然后让大家留言，所以旁边也有笔。那因为我们这一次呢，就是有一个整个全七场的巡回活动嘛，所以我们就准备了几点卡，然后还有几点的台东场专属的印章，然后还有环岛旅人就是大图的，今天大概
一进来的时候看到那个纪念章，对，纪念章。然后大家如果说喜欢的话，也可以去改一下。那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呢，如果大家喜欢我们音乐呢，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们的第一张专辑和第二张专辑，全部都是由我们自己亲手制作的，然后亲手写的，然后还有什么？小徽章就是自己制作，啊、还有小徽章是。对，然后还有我们只有环岛才能买得到，而且只有每一套只有限量612组。然后为什么会选612呢？因为小王子就是住在 B612星球，所以我们希望每一个朋友都心灵中。有一个小小的王子，然后一直在你心里面。就算你外在的躯壳如何的变大，你也要记得，就是你有一颗很纯真的心，然后一直在 push 你前进，然后走，就是度过这个生活这样子。只是因为今天我们就是都是整个活动计划都自己来，所以人手可能比较不足，然后看到没有？要结束后才会开始放手，或者是。可以看留言本啊。是，那待会我们唱完那首歌之后呢，我们就会去外面帮大家签名，这样好不好？好。没有，在唱什么？哦，我知道了。好紧张哦。一起唱。他们又不知道什么歌啊，一起唱。知道吗？
吃起。老板，你要讲话。哦，没有啦。我感冒，我们放他一马好不好？ Yeah. 因为他今天就除了感冒之外，他很倒霉，就是刚好嘴角这边呢，这边长了一颗，这边长了一颗很小很小的痘痘，对，然后他的那个嘴巴又破了一个痘洞。所以今天我们戴口罩，大家不要害怕我。对，很害怕。然后我们前几天接到一个 email， 呀、yeah. ，然后你每天都要接 email？ 也是。然后其实有一个朋友，然后他想要。希望有两个朋友，有两个朋友，他们特地从台北坐飞机到台东，但是就是那个朋友呢 ，A 朋友呢，他希望我们唱歌送给 B 朋友，因为那个 B 朋友呢，他最近在就是就为了他就是一些比如说论文之类的，然后赶得焦头烂额，然后压力有点大，然后就希望那个朋友可以听得到，对，就是豆在的吧，豆儿。到了吧？对啊。啊，飞机姐姐在那里，在那里。嗨，希望送给你，然后也送给大家，就是大家可以很安全、很平安的度过每一个夜晚，然后早上起来。安全平安度过每一个夜晚，这句话讲话怪怪的。对啊，就是早上起来都是很充满开心，然后。就希望大家，然后也希望大家呢，就是在追求青鸟，因为青鸟是幸福的一个代名词。然后就希望大家在追求幸福的时候，也可以想想，其实很多时候幸福都一直在我们身边，只是我们可能太忙了、太累了，或者是一直追求眼前事物而忘记了，其实幸福在自己的身边。那接下来这首歌叫做《回不去的旅人》，送给所有的朋友。接下来带来的这一首歌叫做《回不去的旅人》。